这里面是什么啊？我这个球球是吧？球球，笑死了！哎呀，这个是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不能吃哦，他直接想放的哦，你自己想放进去是吗？我自己想放进去是不是？跟他玩过几款游戏，很习惯了，他就会自己要那个。嗯。这是什么？是我的了，不给了。给我。不给了，你让他直接放了给我，他用的直接放堵在里面好吗？给我了。你肚子里有什么？啊，没看到。哎呀，猫。哦，有球球呢，拿出来，他自己想舍得。他自己还想塞进去。啊，这个都亲了一副像死呀，装出个小可爱哦，又来抠那个元宝了。这里有个小可爱，这里有个小狗撸。哦，你跟那小狗撸说话呀、啊？不能靠近小狗的，我挡住小狗起来，不可以靠近的。不能靠近小狗。哎呦，我等下我又走下来。家里面有个这种小可爱，爬来爬去多好玩。哦，真的。有个小可爱，真的好玩。鸭姐说你等我哭了，所以一个人不想等我。你这么大个，哭了还少喽。哦，咯噜噜什么？咯噜噜。哦，不要叫他喊了，他喉咙不舒服了啊。小可爱，你看后面有一串的人出来了，你看后面有一串的人了。人家说我们是欧巴桑了，知道吗？我也要做这条街最靓的欧巴桑。人家说廖明带我们一帮欧巴桑去玩。廖总带我们几个欧巴桑。欧巴桑干嘛的哦？没有谁是永远年轻的。就是啊，你拿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洗澡的神器啊，给妈妈洗澡。哦，今天我们去哪里玩？你说。我们直播唱歌跳舞。未成年部分禁止播放。哎哎哎！你姐夫不在家，我们也播不了。哎，我把你的玩具给吸走了，是没？没有了。哎呦！哎呦，新玩具。这个小狗好懂事的不？它也不敢越过这个位置。主人训练过你。对呀、啊，他也不敢，他知道这个门是不是他进来的。他一进来过，他会那大狗吓出来的。你妈妈把你的黄金吸走了，养狗，我们要跟这个小狗保持距离，好不好？不能靠太近，小狗走开。哦，走开走开，你的地盘在外面哦，航航地盘在里面。航航啊，走开哦，个噜走开哦，哦噜噜走开。你妈把你的，哦哟，你妈把你的黄金都吸走了，一点的东西没有给你抠，怪不得你在叫。我大敏哥，
我在想，如果家里面有几个这样子爬转来转去的，生我要点。你生两，再生两个双胞胎，就变成四个，加弟弟的五个，在这里爬来爬去的，好玩哦。那我要点了。啊，这反正你这房子这么宽，随便爬。那个场面好壮观哦！是啊，是吗？啊，它又和鱼一样的。嗯，啊，两种哦，小兵呢？小王，我还想帮小鱼人花，快点。我都想零了，还要你零？还有你，意思说，来，意思说你们都零够哦。哦，两个人输在要有点硬，要晚上打球，没那么热。人湿了都没那么热，晚上凉快一点。好好。哎呦，马上想下来，不给他玩吧，好像他这边有点不舒服。这水好暖哦。暖吗？这是热的。那你可以给他下去了。不给他玩了。就是啊。等一下裤子就湿了，别玩这个玩具了。你看那种牛。我炸。炸鸡呀？人家。人家炸鸡。我炸。慢点，你要先。哎呦呦，他想下来了，他想下来了，好像这里冷。我炸！好玩哦！今天晚上你们就可以打球了。嗯。我们今天晚上开泼水节，做一个好。今晚上我们弄泼水节。哎呦！要不要来看我们今晚上的泼水节？要！你看你啊，明姐。梁敏杰同趣味了哎！哎呦，炸了我！炸的，炸鸡了。这每天是他们两个每天晚下午的游戏。每天下午都在这里搞。我跟你们说了，水费贵了。不贵的，都是点水。一点水。哦，这那不是嘛？不是要电嘛？电费贵了，你说。也是，可以靠一点点水清一下水。嗯。小航好想玩，能不得玩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吃饭了不？啊、哦。